哎呀，大帅真是太精神了！这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嘛！哎，胡副官的车备好了吗？可以去接新娘子了吧？可不能让新娘子等着急了。我正要向您禀报这件事。胡副官，昨晚突然病了，爬都爬不起来。他嘱咐张副官来给您备车。病了。 这小子平时撞得像头牛，怎么说病就病了？关键时候就拉稀，罚他一个月军饷。算了，我大喜的日子就饶他这一回啊！是啊是啊，大帅的喜事怎么能耽搁呢？张副官的车已经备好了，您随时可以出发。行，那咱们出发。哎。<笑> 谢谢你啊，海棠。你每天还要上班，一方面又要为我治脸，真是太辛苦了。我不知道做些什么才能回报你。你不用报答我，现在给你治脸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咱们可不能前功尽弃了。嗯。那个祛疤膏没有效果，有可能跟你的心情以及抵抗力有关。你没事的时候可以多去外面走动一下，放松一下心情。啊，好。 那外面的空气好，我就多出去走走了。